现在呢，就是这边西非啊，这里是哪里？新澳洲。去解这两个任务可以降低这个 GG 计划。是算了，我们先走来这边，我们先建立我们的那个联络点数哦。好，不管，就建立一个联系点。我的暗影枪做好了。Made in infiltrating the alien psionic network, the depths of their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continue to leave us one step behind. However, with the enhanced decryption capabilities of this chamber, I'm confident we will find a great deal more information than we had previously hoped. 回收原点脑。算了，我先用原点脑看看。啊，所有研究将终止。OK 啊，五天很快啊，试试看。你非洲跟巴西穿的一样。New regional contacts located。建立这个塔，我要直接攻打他的那个化身计划。我只有五个，可是我可以派六个，我买一个新的空位哦。可以啊，五个人出战 OK， 这个也是新的新兵啊，这个我可以练，等两天我们六个人一起出战，好不好？他可以用，可是他动摇了，是不是？他们其他人修复太久了，说真的，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他这样一直休息，因为那个化身计划会把我拖累。我们先去盖这个，等那两天那个新兵训练成医疗兵的时候，我们六个人出战，要125补给哦，线。对啊，这个169是算钱还是？补给嘛，好，这样就有了。其实我很喜欢跟他们买东西啊，因为个人战斗晶片通常都是跟他们买的。只要情报，让他买啊。情报164。OK， 便宜，真的便宜。情报可以买补给啊，对，蛮重要的。这个科学家我要了。好，就这样。啊。The aliens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 Avatar project. Oh. If we're going to slow them down, we'll need to move fast. 我知道，很紧迫。等一下再来查看他。What the fuck? 原点脑完成了，是不是？好忙哦，你知道吗？We're making progress piecing this thing back together, but it hasn't been pretty. Our soldiers completely disabled this unit in the field. What we're hearing is merely a byproduct of electrical impulses. I assure you, it is well past the point of feeling pain. I'll take your word for it, Doctor. I'm sending you a new sequence now. These are coordinates.Return coordinates. I think we've got a point of origin. Well, part of one. Something else. Something underneath. One more. The unit is attempting to block further access. That's not all it's doing. I'm losing the data we've already decrypted. Almost there. Just one more adjustment. Forget the data.It's accessing the power core, overriding my safety, increasing power levels to tie in, sever the connection. There. Hey, don't make my ship get destroyed. Some sort of fail-safe protocol, I imagine. The Codex must have intentionally overloaded the interface to prevent any further theft of information. Still, I believe I was one step ahead.That's an enormous amount of data. Yes, and I expect it may take some time to decipher. Better get started.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again. 我要外交，一下内战。Proceed with the necessary research and preparation, with your approval, of course, Commander. I'd also suggest we look into those coordinates. That's if I can reconstruct the data we lost in the transfer.Just hope it was worth it. 研究那新坐标，可是你不是还要叫我做另外一个计划吗？对吧？它叫解密原点资讯嘛，对不对？你看哦，应该是地图上有什么新的东西嘛，叫我去解密。New objective added.
I've updated our latest operational objectives, Commander. 对啊, fuck. 我是有点后悔啦，因为在这边不行不行，这边中继战快好了，先弄。直接攻打他，我要降一格，突击他们设施了。这机器人不动，我猜应该是因为我的那个，因为它外观更改，它不动，没关系。那因为我要训练一些新兵的关系哦，所以有些人我要拿掉。狙击手的话就这个，这个加10瞄准，这个超强。 先带一个新兵哦，好菜鸟，那你的脚怎么了？我让他装备这战斧看看哦，他这个战斧是可投掷的哦，这个护甲超级消耗品的哦，靠，我只能做一件哦，哦他没有那个无限的哦，切，哇那麻烦了，我要给谁掉？哎，其实你想给他穿就给他穿啊，真的没有关系，那下一场加脱下来就可以了，没差啊，因为你新兵哦。 真的怕你死，就给你穿好一点的哦，生命值加4，闪避加20，好不好？我靠！等等，不会穿在你身上就脱不下来了吧？要我扒扒看呢。哦，可以，还好还好。你刚刚那是什么？蜘蛛护甲，好 ，OK。 这一支新兵哦，他血瞬间变那么多，我给他装备一些东西哦，80。那我现在有一个晶片，我要植入，我给他好了，因为像这种都会冲前面的。开始破炸药，我这种任务我第一次接，破坏设施的。 那个新兵，外观配的太烂。好，我们先叫斗牛犬这个侦察兵先去侦察一下，现在没得侦察，很危险的。啊，没有看到什么，这就是我最怕的，什么都没有。Hey, you hear anything? 刚刚那个是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听到什么东西哦，我比较不会玩潜行流，就是偷偷绕到他们上面，然后从屋顶偷偷进去那一种的。我是看到人就是喜欢直接开战的。哎，我是先把白色打死了啊，瞄错了。 52，我投掷战斧呢？哎，这运镜怎么怪怪的？我靠，给我跑来这，我可以移动，直接给他对他开枪啊！哦，对，他还会一直在这里。 本体死了，分身会不会挂？没有。这一只回避很高，你又给我跑掉。我赶快清掉它，是因为不想让它那个怎么讲？它用那个武器失效的，让我全部人都要 reload 一次，很麻烦。你新兵，可是你好像是里面最后的。 对啊，这血超厚的，对你太好了。现在新兵荒，帮忙监视一下。嗯，他们不知道我们刚交战吗？哦 ，shit。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一旦触发战争，全部人都知道我们在哪里。 那也没差，直接来打也可以。先用狙击手，我比较喜欢先打机器人。
我这一只泰坦机器人真的超强。哦、oh, shit！ 之前有试过，如果你直接把天花板炸掉，它炮台就会直接坏掉。干热甲可以直接跑上去，有必要？太危险！这是它的刚刚的蜘蛛套装的效果啊，清得到炮台哦。Oh, shit！啊，忘了跟你讲，他虽然是医疗兵，可是他没有升级，他不会，他也不会补血。哦、有点危险，直接用那个过载来救你好了。哎、欸，你没子弹了，没关系，装填。没有目标可以开哦，什么东西？哎、欸，他没有爆掉吗？全部人都在打你。那个命中率哦，都是。极低哦，二三十级，所以我把它障碍物炸一炸好了，算了，顺便帮我把里面这个哦炸一炸也好。Frag out！ 因为我要去里面放那个 X4，C4， 它的瓦力会让我那个哦，不过没关系哦。啊，你炸掉还23%，躲你后面啊。OK。这一支我想用我这个斗牛，就拿斧头这个去插头去获取一些情报看看。然后你恐吓他、哦，刚刚学的技能你马上就用到，上个影片有恐吓失败，一直不能用啊，奇怪。没关系啊，我先看看。这样很近的还不能，他不是有效目标，好吧，近战斩杀。终极枪托。要处理炮台，怎么讲哦？但好死不死，我就是有看到你这炮台哦，就我就是要上去打你。没关系，都出来，我那个榴弹兵已经准备好要兵。啊！未命中的话，那我哦，先兵兵看哦，只能兵两只哦。哎，刚刚那个炮台是不是也是他？也是他打的炮台杀手，狙击手。啊，还有这条路，血。没关系，我等一下帮你治疗。我想直接穿过去近战他，也、欸、可以哈，那我就不用额外走路了。你可以狙那么远哦。
我看真的超准的。Menace 1-5, status confirmed. X-4 charges are armed. Move to the extraction point. 装好之后撤离是不是？那你撤离点在哪里？呼叫天际游侠号。我在这里哦。第一次发现这种新的撤离点。他直接降落在我旁边，你要直接降落在我旁边也可以啊，我就到你旁边监视你就好了。我没有料到两台机器人，而且有一台机器人好像怪怪的，中间这个是受灯光的影响吗？没有好像色的，对啊，第一次看到。没关系啊，你们死定了，这边的位置很好，讲真的。Proceeding to target.还是只能轰两台哦，好吧。这种时候没有 AOE 哦，比较麻烦。有一台已经挂了，重型一样啊，先啦。这就是XCOM 2有一个那个的、哦、新的敌人一进来，你不敢跟他交战，你会先把他弄死。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新的敌人好像没有跟我交战的那种感觉。应该怎么讲？就像是说，你玩黑暗之吻，然后你遇到这 boss， 你会给他敲个几下，会看到他的绝招，会看到他的招式。但是 XCOM 2呢，你跟他过招，可能你就是要耗掉一个记录档，你可能会死，你知道吗？好，解决。Menace 1-5 status confirmed. X4 charges detonated.啊！使用手枪将不再结束回合，然后你又有一个雷霆之手，用手枪射击该目标不会需要行动解锁。看看好了，手枪打冷了。后来觉得医疗协议是最好用的，破坏他的目标我用手榴弹，应该说我很少用破坏，就是他一直用子弹灌他，灌到他的建筑物破坏。因为压制的话，如果像是遇到那个很强的敌人哦，压制他的瞄准会比较好。有啦，少一格了，太好了。不然真的会死，真的会疯掉。这是我们上次在破解那个原点脑袋的时候的一个资讯，它可以查询那个坐标，你要去研究。像科学家要跑来跑去很麻烦，一下来暗影舱研究，一下要去他们科学部门研究，没办法两边跑。我猜衣服一定也是穿一样的。有变哦。原来我们的飞机那么小一台哦。幽浮只要着陆哦就一定要打。可不可以换另外一台啊？另外一台是还没修好还是怎样？现在我的手榴弹都变成电浆榴弹了哦，变强了哦。这是另外一只 Spark 哦。我也是把它改造成泰坦系列的。这一次好近哦！Tracking enemy patrol。先发制人好了。靠！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事，他们没有看到我这是机器人吗？没有。虽然不晓得，先用那个致命射手，直接挂了。我如果在高处解决一个敌人我还可以再打一次。他说好像不会耗掉行动点数，他讲，耗掉了，shit。哇，你是我有史以来看过最痛的15D。Heads down。现在是谁在动？我来看一下你的手榴弹痛不痛。先打这一只其实它比较烦。
电浆手榴弹，新开发的，五 D， 以前都三 D 嘛，啊，还可以接受了。还要科隆，谢。一样还是会先把主，我还是会先把主体打死，其他打不到，就他一个，好吧。啊，两 D。他刚说用手枪射击的话，可以符号行动点数嘛？这一支嘛，我是不是都一直误会他的意思啊？哎，我不是还有个狙击手可以移动吗？快看！They're flanking my position. Getting a little too warm over here. 呀，这什么东西啊 ？S15, we just picked up an outbound signal coming from the UFO. It's some kind of distress. 又来，是这样。You need to get inside that ship and shut down the signal before they send their whole fleet. 好，没问题，我直接把它炸掉。顺便冲进去，好吧？可以了，可以，可以，直接炸！我要直接冲进去哦！哦，这叫压制，哦，开始压制，这样我降低我的命中力，这样直接斩他好像也不是很痛了。看，反击！呀，先救他，拜托。我近一点靠他好了。OK。啊，完了，他这样手榴弹这样被他撞到了。算了。It hit the plate。奇怪，我这一场不是有两只狙击手吗？没有错啊，那太远了是。没事，我看错吗？还有一只在这，还没轮到他。这个角色的命中率哦，真的是很奇葩。好，我赶快冲进去哦。God. The aliens may have cleaned up the design, but these monsters are no better than the ones my father. 看我的 Spark， 太危险了，先把门炸开啊！这个门炸不开，是吧？炸开我比较秒。你在这边狙得到，这奖可以。那一只最怪怪的，四 D 哦，好硬哦。它虽然血不是很厚。I scattered them. 干，这一只到底是干什么？要用那个剑招了吗？寒霜弹。Absolutely.啊，太远了，好吧，试试看啊。先把这只怪怪打死哦。啊，没中，算了。来换他们了。Not even close. 啊，他纯近战的。三呢？哎，你们再过来一点，我要冰。三的啊，三的啊，可能只能冰后面那两个。他在搞压制，我就知道。好，可以。我直接过载开过载一尬三。先打面前这个29%而已哦，不管了。
欸，被你闪掉，这样我又扣15%了，没关系，再打一次。好样的。还可以 reload 一下。好，我知道，我知道，没有问题。看这个人真的好怪哦，15跟12滴都他打，超痛。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信号应该会来，援军会过来，所以先不要用寒砖弹。嗯，你要干嘛？哎，是没有击中吗？哎，有哎，6D，哦，干，我的机器人，哎，好，我要杀你。哎，怎么跟算好的不一样？又要搞这个、哦、这100%吗？可是你收入增加25%，说实在我钱真的也蛮多的，我是那个情报跟补给比较少而已。上次会在幽浮跟人家开战，就是因为回合数已经不够了，就回合数不够，然后警报开了，然后就在跟他们开战了，打击用强大近战能力攻击范围任何内的敌人。好， Central Commander， excellentMy analysis of the fragmented codex data is almost complete. The information I've uncovered so far outweighs the loss of the Shadow Chamber, as you'll see. Is that an elder? Haven't seen one in at least a decade. Yes, and I believe I now understand why. The elders appear to be afflicted with an aggressive form of tissue degeneration, rapid muscular atrophy, to a degree I had not even thought possible.So they're dying. Sounds like our job just got a whole lot easier. As with most things involving this adversary, it's never quite that simple. The elders have been aggressively searching for a cure to their condition for centuries. Each time they encountered a new species, they procured what genet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they required and moved on to the next world. Until now.I believe they found something in us. Something important enough to cause them to take root. A cure? Not that I can determine. Several key files were previously deleted as part of something called the Avatar Directive. Avatar. We need those files. Were I to gain access to a fully functioning codex, I might be able to recover them. Or blow the entire ship to hell this time around.I didn't say I needed the creature here, Bradford. I am confident I could access the unit remotely, provided your soldiers can get close enough to it in the field without destroying it first. That we can arrange, Doctor. 哦，这样事情越来越多了。我现在很怕那个 GG 计划，哎 ，GG 计划买我真的会完蛋。还有，感谢你们抽空来观看我玩这个 XCOM 2。那我的影片在那边做个 save point，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